他去多取半等。啥？都是木。我叫田文君，这是我儿子田鹏，他于2009年7月18号下午5点左右在家附近走失。田文君，你还我吧，你还我吧！行了行了，3年了，小孩长得快，变化大，你们俩看仔细了，到底是什么？请问我奶奶在深圳工地上几年呢？不是怪嘴里没有实话，我还在。舅他二舅都是他舅，刚说是第半的是啥啊？啥是啥？你说孩子被拐到那家得多久才叫他妈的？他是人家孩子老婆，没问题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你我想妈妈，我明明就是哥，你们不理。人民法院为人民，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。你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是不是？我们怎么不能把小亮养好了？妈妈，这个干嘛？干什么？给你这个，你没看到妈妈。哦哦。